地堡汉堡，好过瘾哦。他们家鸡排都随便乱炸，这两个人骂来骂去啊。他们家炒饭也随便乱炒。今天出去吃早餐，宜兰的早餐，肉羹。先走路去的宜兰肉羹，司机大姐带着。哎，到了，到了。羚羊肉羹啊。60年了，零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有放有醋放了它。哎，这两个多一碗，8碗。可以醋。看谁要吃。哎呀，导游说，自己。那是谁能吃？